没有灵魂，眼神眼神从空中去流动，可是虚空都不能错落错落，预备预备等下下的钟声，我错落预备预备等下梦见头生，爱情爱情反复反复，可怜可怜满腹只有愁闻，可怜可怜满腹只有愁闻，麻木无人，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眼神空洞，只剩躯壳，希望这世界错落万丈，那你说说看，这个怪物长什么样？站进去。你是说，是说像像这样这样的怪物吗？我一定要陪他回去，一定要认真。
这是树吗？这根本就是一座山嘛！海拉拉的阿特多就住在世界树的顶端，他们是聆听万事万物声音的族群，所以他们会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事。他们的阿克多一定会知道更多关于你和大长老的事。这玩意儿要怎么上去嘛？根本就没有可以爬的地方啊！我看呐、啊，只有用飞的才有可能上去啦。嗯，吉娜，你就先飞上去看看吧。笨西巴，我的翅膀只能让我自己微微漂浮而已。啊，你不会飞？哎，还不会飞啦！吉娜，你不会飞啊？哎，那也是飞的一种，只是飞不高而已，好不好？不会飞嘛，不会飞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先继续往上爬吧。哎，你们看，这里虽然高得像一座山一样，可是还是有一些树枝可以攀爬，我们就沿这些树枝往上爬吧。可是这棵树高得看不见山顶，是要爬到什么？你们三个抓好了，我们可是飞很快的呀！看吧，只要有翅膀，就可以轻松往上飞了吧？还想爬上来，真是傻瓜！哎呦，好巧啊！不愧是勇者啊！哇，好强啊！吉娜，你很胖哎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好像真的有一点吃力耶，我们的翅膀好像没办法支撑两个人的重量。真的很抱歉，我们也没有在乎别人呢。我们走着瞧。